随歌起舞的长辈们是成立于2010年的公卑婆民俗协会成员，表演的内容是流传于闽南的乡土民俗舞，都入宝山了，岂能空手而回？实际下场了解一下这项技艺的发展始末。穿上去哈。每个表演的工作者啊，都是粉墨登场，而且呢，绝对是华丽登场。我第一次戴耳环呢。对，这边要贴，安尼贴就好。对啊，快哦。好。耶！摆边，我这边会擦卡水。还有，这样会擦卡水，这里也哦。我诶。自己做诶。我张嘴。这自己戴。我那戴戴。这感觉很棒。之前到泉州，然后去扮成了巡捕女，这回呢来到金门啊，怎么呢？就来玩玩看这公卑婆。装扮完成，换我粉墨登场了。在我上场前，先来说说这华丽的服装，皆是协会成员们自制加工而来。为让舞台效果更抢眼，都会顶上大浓妆上场。而我背的这道具，则是由我一人分饰两角，做出公卑婆的样子，以达娱乐效果。通常呢，这样的表演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？它又代表什么样特别的意义？主要是热闹啦，主要是热闹，热闹，对啊。现在很多场合都有我们的影子，嗯啊，比如说那个庙会啦，跨年晚会啦，最主要就是热闹，带起整个开心的气氛，喜气，对，整个我们很吸睛哎，这样子出去，肯定。而且我觉得有蛮有趣的一个现象，就是有很多小朋友，他们也一起加入，这意味着传承呢，还是只是很单纯的，就是小朋友他们喜欢，就让他们开始接触，也要他们喜欢，也需要传承，也需要传承。对，那公卑婆它是有什么样特殊的舞步吗？舞步，因为现在我们就有传统加现代舞。对，那如果是以传统来说，可不可以教我几招？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都是这样摇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那后来我们加了菱形步，对，就跟那个菱形步，菱形步知道，就是右脚。前交，对，左脚前交，对，右脚回来，右脚回来，左脚回来，这样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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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公牵阿嬷的时候，可以一起前进，左右摇，然后退，左右摇，哦，哎，再左右摇。什么是传统？什么是流行？金门公卑婆协会在致力保存传统民俗技艺下，加入当代元素，不论是配合的歌曲或舞步。或是加入幼儿心血，无不是将过往的记忆一点一滴渗入现代，甚至带向未来，再传下一个百年千年。